大家好，我是草根小陈，好久不见，非常想念，我又回来了。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，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原因。最近接到一个客户，他的订单量挺大的，所以我想专心的把他的单接到，然后把我们的产量提高一点。所以最近的时间我就忙于工作，就没有拍视频了。工厂最近也增加了好几台机器，员工也增加到了18个人，从开年的7、8个人到现在18个人，说明现在生意好了很多。昨天晚上我几乎加了一个通宵，到3、4点钟才睡觉，然后今天早上8点钟也起来，因为今天要出货嘛。之前客户给我们单比较少，因为他怕我们做不出来，最近我说我们可以做出来，从原来的每个星期几百件，到现在每个星期2000，甚至到3000件，就是我们现在尾部的压力比较大，经常现在要加班出货。不过能够有货出，能够有货做，2020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，对吧？哎呀，一晃都快1点多了，2点了，还没吃饭，我们先来吃饭。吃完了再干，是吧？这个是多少钱一个？湖北湖南人就喜欢吃这种带辣的，是吧？广东系就喜欢吃那种一味的都没有的。老婆，我们拍到面。刚才咱们这张脸拍了半天。2点半能搞得完吗？司机在楼下等了已经，加油加油。做外单比较麻烦的事就是要给他称重啊，还要控制数量体积，不然的话过海关就很麻烦。因为我以前一直是做外单嘛，所以这些的话比较轻车熟路，也感觉做起来挺舒服的，有事做很开心。可以了，没有了。终于出完货了，刚才出货的时候呢，还好天是晴天。今天啊，现在你看，我们刚上来又在下大雨，看这外面好大的雨，好大的雨现在。还好货总算是出完了，全部出完了，总共是接近3000件吧，接近3000件。然后现在浑身汗臭啊，赶快去冲个凉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里啊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